在这个旅程之前，我以为生命充满无奈，命运也很不公平，我差点误会了。因为报道一件新闻，将我带进了一个异域，周围的环境一路在变，事情的发展也一直在变，甚至我对人、对好多事的看法也已经变了。在这次事件的过程里，隐隐约约的好像有种提示，我以为是来报道一个倒霉的人，他挣扎逃亡，最后落网。最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犯错的人也有他可爱的一面，甚至跟他成为朋友。我想每件事真的有两面，这次的旅程好像很可惜，但是又很值得我珍惜。我以为我是死定了，但是老天好像另有安排，